我是何范姐。大家好，我是何范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杨哥。我们来采访一下何范姐啊、哦，这两天休息的怎么样？休息的挺好的。我看明显状态好多了啊、哦。那是啊，睡好了吗？睡好了是吧？对。睡到几点呢？问一下。反正很自由，就是想睡了几天睡了几天。自然醒。对，睡个自然醒。哦，睡到自然醒，那舒服了。今天还带着小孩，这几天有没有带小孩出去玩？出去玩。有妈妈是吧？哎，对对，到娘家那边去玩。本来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带小孩玩个几天。以前没火的时候，暑假也陪小孩要休息一段时间。对呀、啊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小孩不能不管的呀。他毕竟放假两个多月、两个月了，你几天时间肯定是要陪的，对不对？每年暑假都要陪几天，带他玩。哦，也太热是吧？而且就是说夏天太热了，对对，做出摊做生意也那个也受罪。后期有什么打算呢？打算可能要是如果忙的话，我打算找一个人，找一个帮忙的。找一个阿姨帮忙，帮忙对，洗菜是吧？洗菜，打扫卫生啊什么的。生意好了也能都稍微多挣一点嘛，是吧？就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就行了。我们私下本来就是朋友，正好前两天为什么没有来采访何范姐？因为让他们先休息几天。这两天我发信息问了他，这两天他们休息的也是非常充足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聚一聚，一起吃个饭，然后顺便采访一下何范姐。没火的时候就陈哥就喊过我好几次，要说吃饭的。对，正好今天借着有机会了。因为你前段时间太忙了，你平时即便不火的时候你要做生意，对啊，所以我就一直说你说没时间，对吧、啊？我之前我记得之前说的是到年底，正好这段时间你休息了。刚开始火的那几天确实有点太乱啊、哦，对，太乱。那是猝不及防的，可能是对对，那个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咱们社区也跟我们联系了，就到时候等出摊的时候，他们会出一些志愿者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帮着这个事情做得更好。首先我们确保就是说。大家都倡导，大家都有序的去排队。对，另外一个呢，让民工师傅先吃上，让他们第一批吃。你们还是负责你们的烧好菜就行了，然后我们来做这个志愿者。谢谢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